拢会使，通通有效。因为重点不是怎么按，重点是次数。来，各位，一天至少几下才会有效呢？一天至少50下以上，50下以上。这就是我们心血管、心肺，包含啊，如果你感冒、咳嗽啊，按这里很有效。哦，来，你可以这样按，腹部扫，哦，也可以按这边这样按或这样拉。重点，各位，一天几下会有效？几下？50下。可以可以，哦，50下以上，哦，好不好？再复习一次哦，一天几下有效？50下。来，张开嘴巴跟我一起念好不好？一天几下？50下。几下？几下？啊，一天几下？有比不吃油更重要。来，给自己的学掌声，给自己掌声。哦，很棒哦，嗯，聪明。来，那做心血管沟，看到吗？这一条叫心血管沟，听好哦。心血管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哦，也不是说你老了才会有，但如果你有，不好意思啊，代表说你血管已经很脏了，你血管已经即将堵塞或早就堵塞了，所以才会有心血管沟，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借你们1到2秒钟时间，你们看一下你们左右两边，有没有耳朵有这一条沟的？看一下，看一下你们左右两边。跟大肠相表里，那再来啊，来，如果你要顾好你的心脏跟小肠，或还有啊，包含失眠哦，失眠、心脏、小肠怎么样保养呢？反过来加强，反过来加强，这边，哦，好，来，刚刚是不是几乎全班有70到80%的举手说你有在吃慢性病的药，什么抗凝血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嘛这些，怎么办呢？毒素不是会累积在你的肝肾吗？来，先讲哦，吃西药，来，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吃西药吃到好起来，之后不用再吃了？有听过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来，反过来说，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吃西药吃到越吃越多，甚至吃到洗肾？有听过吗？有，有啊，有。有哦，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西药的毒素会残存。哦，我老婆啊，之前去参加一个断食营，然后她就是跟泌尿系统还有肝肾有关，所以敲中间。嗯，好，来，三高，来，有三高的人举手，有三高的举手，姐姐有吗？对不对？后面大哥也有吗？来，三高都有，是不是？没举手只是听不懂。降血压有吃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怎么办呢？哦，又不能叫你马上停药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哦，来，没关系，教你，直接教你哦。来，怎么样让你的三高能够慢慢的平稳？哦，来，手背拍它，手背就拍它，啊、哦，好不好？